这沙发挺舒服，是不是？嗯，这真好，真的。给你搬办公室去。办公室有，办公室有沙发，那个比这个好，那个更喧哗。刚刚吃完饭，再给他们整点餐后水果，营养得给他们跟上了。上咱这不营养来了？那你上咱店，咱得热情招待呀，是不是？咱店里不缺这不缺那的，服务还跟得上，谁都乐来。要为什么咱们店人气旺呢？是吧？主打就是个态度好。嗯。做电商我们俩态度好，我们做实体店态度也一样好啊！不信你们来试试。啥时候呀？啊。不是我切西瓜。啊。你今天审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没见你不好意思。给老爸切吧。你切你切你切给他咋的呢？那你咋不切了呢？你知道这西瓜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特价9.99，下午的3点到3点半去抢去。我每次去都赶上点，我这个是1.98卖。抢鸡蛋不抢了，改抢西瓜了。抢不着啊，这是让他爸取消。咱爸到了这个年龄了，哎呦我去！爸，没事就想想西瓜去。你瞅他切的样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多大嘴呀、啊！真是实惠。这么怎么不能让他们来了霍霍咱俩？你现在你这变脸变太快了。来，大爷一个，你那太大了。爸说了。你们先吃。给我兜在肚子，等进去了，哥们说。咱们先吃。我总打喷嚏。我也总打喷嚏。鼻子痒，呛的。哎。嗯呐，对。这个，下回买回来搁冰箱里，一吃一凉，哎呦凉爽了，可好的天气吃，真的。我没寻棒的时候，你们偷摸拿家吃的，结果你们都来了，没招硬切的。搁这放冰箱里还能拿出去吗？你们吃西瓜的方式不对，得拿勺。对，那但是咱没有半拉的呀。就这么挖着吃，来姐们。啥意思啊？挖着吃。勺子这样是残次品吗？告诉你们正确的吃西瓜方式。这样。快来吧。关键呗，就是。就是正确的吃西瓜方式。叔，你吃吧。嗯。然后，你看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勺吃了，你这能吃啊？这玩意儿就是吃的吧？就现在出的那种什么小麦什么做的这个，什么小麦杆儿还是啥，环保的，就是吃完了以后可以把勺子吃的，还有碗都能吃呢。啊，好玩不？不好玩。我还寻思这。为什么要搁勺筷呢？这给我演示这个勺能吃，对吧？我想吓唬你一下。哎，爸，你快点，你假装吓唬住了，咋整？哎呀妈呀！吃了呢。什么味儿都没有，我一直对这个可好奇了，所以就买了。嗯。啊。像饼干。晚上我给我闺女演示俩。我假装吓唬了，怎么说也给我急眼了。你以为你姑娘是3-4岁小孩了？她可能比你都懂得早。我演示一下，你给我做一个，哎，给我一个。哎，你整个碗，你们家碗吃饭喝汤。姐夫，你也别吱声，喵喵的搁这个盛饭。吃完饭之后，然后你就在那块吃。吃完饭之后，我给你吓唬你姑娘，我也整一个，今天晚上我也整。行，是吧？这种。我先吓唬吓唬你，我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想用这个碗的，但后来我一想别的了，先给你们科普一下勺子吧。哎呦，这个东西我早就见过。我也知道，其实我也早知道，但咱没吃过，不知道这东西。啥味儿啊？味道啊，它啥味道？我尝一个呗。这残次品，这勺有风。这一桶的做工就不细了，你看都裂开了。这要眼尖的人哈，一瞅就瞅出来了。你看这像饼干似的。我感觉拿这个勺子搞恶作剧的话，容易被人揭穿啊！你就这个碗，我觉得可以，就碗着你们回家盛饭，让我姐夫用，千万别让那个俏俏就是在意到这个，然后你们逗逗，嗯啊、是吧？你说你妈买的新碗，你看怎么样？别说，就连说都别说，姐夫，那不行。
你就正常吃饭，你就甭这碗吃。他就问我，你这个碗咋这样式呢？我也想用，我咋说？他那好奇心你不是不知道，嗯，家里有什么新鲜东西，独特。那你们家就是一家三个，一人一个，让你们坐那吃，吃完了节目就咔咔咔造的。就挖你碗咬一口。那得这样式儿。你把那表给记录下来，让我看看啊。我就把我一拿这就被他揭穿了。嗯呢。真的。你姑娘好聪明。那不是说聪明，很多东西咱们都不知道，他们都知道，都不知道哪来的信儿。你就比如说他们现在梳这头发，这叫鲶鱼须，我都不知道那叫鲶鱼须。昨天跟他妈讲，他妈都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看这个就不行呀，你这一瞅，做工不好，哎，一瞅就是个饼干，嗯，这个失败的，那个还行啊，嗯，好吃吗？说实话吗？难吃。啥味儿没有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对，你要说它难吃，它真不难吃。你要说它好吃，它没有味，它不好吃，对，没有味道就是。哎，给你们家拿去，然后我到时候拿过去。哎，这玩意儿就是饿了搁车上，嗯，是不是也能充饥呀？时间长了，可以。就像你杂技咬碎碗的，是不是都搁这碗多的呀？有可能。就是，但是它这个白这么的呀。哎呀，你看那个眼。电影那里面那个拿瓶子砸自己脑袋，那是糖。嗯嗯，那道具瓶啊。对呀，啊，那他们肯定也是道具呗。那有一回就是说，那还油手下油锅呢，他们那个不也给揭秘了吗？咋回事啊？放醋了吗？那个他那个沸，白矾什么？他那个沸点才30多度嘛。嗯嗯，明白了。啊，那就很多杂技都是靠道具的呗，咱不能说骗人的，就是人家。但是人还是有那两下子，有那本事。嗯嗯，明白吧？下去接下呀，不知道。物理化，咋的呀？行走江湖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广大网友下去评论。来。